现在反核四的议题持续延烧，近日就有反核团体在美丽岛站发起了系黄丝带的活动，他们在黄丝带上写着反核的诉求和期待，希望让象征反核的黄丝带飘扬在各地的角落，宣扬反核理念。身穿反核标志的上衣，南台湾废核行动联盟手拿着海报，高喊口号，表达他们对废核议题的诉求。因为我们选在美丽岛的这个地方来系上我们这个黄丝带，那我们未来一周的黄丝带的行动呢，叫做希望的路，非核家园的黄丝带。因为呢，我们会把所有的黄丝带，在每一天呢，我们的志工跟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我们会把黄丝带系在高雄的每一条大马路上，让大家看到我们反核的意志，让大家看到我们反核的声音。亲手系上黄丝带，学生们在上头写着对于反核的行动口号。核四议题风波不断，反核团体与学生发起一连串的活动，为的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，希望政府停建核四啊，然后就是下修鸟笼公投法，因为他们再这样继续盖下去的话，根本就是把这国家的人民的生命就是当做一个就是在开玩笑。对，所以我们希望停建核四。身为一个七岁孩子的妈妈，我很知道，如果这一个非核家园的理念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，受害的永远是我们的下一代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跟他们借所有的环境的资源，还有世代不正义的问题，然后把所有的核废料以及所有的环境问题，以及更可怕的眼迫在眉睫不知何时会发生的核灾的问题，我们都是交由这些孩子们来承担。象征反核的黄丝带随风飘扬在美丽岛站周围的路段，反核联盟的学生与团体声声呼唤，希望能为下一代子孙留下无核能污染的土地。港都新闻许富天、吴雅婷采访报道。